这里空了，是没有人了吗？没了。啊，没了吗？没了吗？太震惊了。今天没有 A 啊。没有。没有。真的没有 A 班了。哇哦，没了。没想到，真的没有想到，就是一个 A 都没有。就他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舞台还不够。这一次大家的发挥可能都没有达到导师要的那种水平。挫败感还是挺强的。好。各位训练生们，各位训练生们，刚刚听到大家可能还是比较不安，那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。首先呢，对我来说呢，我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来到这个节目，看到有那么多人热爱音乐，想要做一个好的男团的歌手，对我来说非常的感慨啊，因为我也是这样过来的。对我来说，我希望看到的是你们的这个热情跟态度，就是你们想把这个事情做好。今天你们所有的这个评分呢，并不代表你们未来任何一步。以往反了想，其实可以提升的空间是更大的。如果是经过这几个月大家变得更好了，我觉得只要结果是好的，前面那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很重要，就看你自己在后面的几个月怎么去付出。因为我们都会看，你要知道你的热忱在哪里，然后你决定要做的时候你就努力去做。这是我最希望看到最后的大家的成长。好，我觉得喜欢是好的，但是喜欢是不够的。静哥在休息的间隙还在写词，张 PD 休息间就在我的隔壁，每一个间隙我都听到他的鼓点，他的编曲的声音，这是真的，我分享给你们。 PD 们跟导师们时时刻刻都在努力，我更希望看到是之后大家的进步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等你们以后真正成为一个艺人的时候，可能不会有太多时间去练习，所以不要荒废时光，希望你们可以更快的成长。到现在为止，我真的我也没有放弃努力，李老师也没放弃努力，欧阳老师也没放弃努力，大家所有的老师，蔡老师，所有的老师都没放弃努力，我们要一起努力变成那个最好的我们，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好我希望做一个标杆，我真的想给歌手这个行业输出正确价值观，我会尽我最大能力去帮他们，我满怀期待。大家给自己鼓个掌，来，棒棒的，棒棒的啊！那在这里呢，就正式宣布《青春有你》训练生等级评价表演全部结束。